在这一档啊。七条新闻咧，依嘅呢嚿嘢系咩嚟噶？有两个版本嘅，你讲一个先。新沙就咁寫嘅 ，summation， k from 零去到 infinitive， 一 over k 分。好啦，喂，但係你阿蘇啊，你用另外一個版本嘅二 limit 嗰個版本，記唔記得？一加一 over n 嘅 n 字。好。嗱，你慢慢記一記呢兩個版本先啦。咁今日咧，我會講多。講多少少嘢，就係多咗個次方喺度嘅。好，你寫低佢先，好唔好？下蘇，慢慢嚟啊，唔使急啊。暫時得你兩個上堂啫，希望遲啲會有啲多啲同學仔。跟住我等阿芝芝帶啲靚仔翻嚟噶。你帶啲靚女翻嚟，佢帶啲靚仔翻嚟，咪溝暈佢咯。得唔得阿蘇？我要啦，得添。你咁樣唔理收埋曬啲靚仔呢條友，好。你抄咗未啊？抄完啦，好啦。我喺呢度寫啊啦。負一嗰個唔想你唔使你特登去做啦。因為我而家退下一步啦。因為其實負一個因為都可以 divide 到出嚟噶啦。如果 e 嘅 x 次會點咧？用呢個 formula 嘅衍生嘅 formula 咧，就會變咗呢個嘅一加 x over 一 f x square over 二 f x 三次 over 三 f 個 term x n 次 over n f。嗱，點解我話可以衍生到呢一個出嚟咧？因為你 put 可以 put 個 x 係負一。通咗 x 係負一嘅時候 ，e 嘅負一就變咗一加負一 over 一 fan 加負一嘅二次 over 一 fan 二 fan 加到去負一嘅 n 次 over n fan 係咪啊？之前你見到啦，咪？好，但係如果你 put 個 x 係一咧，就變咗 e 嘅咯，就你變咗一個全部一嘅咯，所以佢還原翻原本嗰、那個。是不是很漂亮是不是是不是芝芝你看到了是不是很 pity 是不是那如果你譬如出个我这里我有些东西可以remark 你的举个例子譬如 e 的 3x 又是为什么1加 3x 然后再加 3x 不是 over 1 再加唔用九係三 x 嘅二次，我哋唔追求嗰樣嘢嘅。over 二次，跟住加三 x 嘅三次三 f， 一直加加加到去三 x 嘅 n 次 over n f， 一直加加到無限。好 ，OK 未？好啦，咁我哋開始由呢嚿講起咯喎。好啦，咁如果用呢個 limit 嗰個角度點樣做咧？呢條式嘅衍生出嚟就會係變咗咁嘅。ex 咧就會變咗係等 limit n 趨向無限一加 x over n 變咗呢個。或者變咗呢個嗱，唔好話俾人知會變咗呢個啊。兩個係符合要求嘅。好啦，咁我知道你會覺得好辛苦啊，記呢啲嘢。咁其實咧，我俾個 option 你嗱，我俾個 option 你啊，呢個 option 係最大 option 啊。我會必須要你記到呢、這個。你冇得選擇嘅，一定要記到呢、這個。呢、這個係最即係、就是、一定用噶啦，而且會 DSC 裏面 M2 一定。一定考的好，咁我哋而家揭落去睇喎。
嗱，ex 咧都係當一個 exponential function 嚟嘅。我想問咧，y 等於 r 之前 y 定 ax 個 a 大過一同細過一嘅時候，幅度分別係點咧？要向左咧，唔會叫向左，兩個都向左嘅。嗱，佢係向上升，經過零一，同埋呢個係向下跌，經過零一。同埋喺 x 軸嘅上面，所以佢幅圖係依然都會有呢種性質嘅。呢一點係叫 characteristic point 嚟㗎。好啦，呢個係零一嚟㗎。嗱，我哋做多少啲嘢先。阿蘇，如果 n 趨向唔係 x 趨向無限嘅時候 ，ex 會趨向幾多嘅？你咧？佢會趨向無限。好啦，如果 x 趨向負無限咧，負幾？好啦，嗱，負如果 e 係趨向負無限 ，ex 會趨向幾多嘅？你睇下佢慢慢貼緊啦，趨向 x 趨向無限啊嘛，佢咪慢慢跌落去咯，會趨向唔係零。啊，支持 make sense 啲啊，唔係負無限，如果負無限就咁樣插落去噶啦，咁樣即係穿過咗 x 軸噶啦。嗱 ，n1 n2 就要考埋呢啲咁嘅細緻嘢㗎，即係你 n 邊唔考呢啲，唔會同你講呢啲嘢嘅。但咩 m1 咧就會講好多呢啲嘢嘅，亦都要注意呢啲嘢嘅。好嗱，咁我講咧第一個版本先啦。我想講呢個版本咧，重點講呢個版本先。咁咧用兩種方式去睇佢啦。好啦。俾咗你，考試唔會俾你㗎，考試唔會俾你㗎。好啦，阿蘇 ，e 嘅三 x 次方就等於佢哋 up to x 嘅四次方啫。唔係，第一個一，跟住，跟住再。OK，very good。好啦，後面嗰啲點得，因為佢要你去做嗰個位嘅啫。雖然 DM 考試咧可能去到三嘅啫，好少話去到要你搞到去個四嗰個噶。OK， 化埋揀佢，因為呢度係要你化揀佢噶啦，佢個原意上面要你化揀佢。九二十七除二六，九 alpha 二 x 三次再加。三個四次除以四嘅，二十七 over 八 x 嘅四次，好 OK 未？你要咩？好邊條線嚟做？我之前問你啊。呢、这個可以分開佢兩嚿點分嘅，分飛燕咁分。咪 e 嘅 x 三？唔得，呢個要次方，要成嚿嘢次方先可以咁樣做噶。佢有一嚿嘢唔得就唔可以嘅。一加 x over 一 fan 加 x square over 二 fan 加 x 三次 over 三 fan。加到 x n 至 over n 嘅，好得唔得呢個？喂，即係佢擺明恰我，好似部機好似恰我咁樣，頂佢個肺。好，但係你發覺咧，係咪漏咗一撇嘢㗎？漏咗幾多？三 over 一 fan， 三 over 二 fan 加三 over 三 fan。喂，上完呢一堂咧，我可能會俾差驗你哋㗎啦，又。我喺個 group， 我同你兩個開個 group 啦，好嘛？因為唔同 form 咧，我好難喺個 form 度講，好嘛？阿芝芝，你介唔介意先？唔介意，但係你唔好溝咗阿蘇喎。阿蘇上面嗰嚿等於幾多啊？呢嚿？呢個 ex， 下面嗰嚿咧？如果我抽個三出嚟，就變咗一 over。
唔係三醫。三醫減一。係三醫減一，阿支持你睇到三醫減一，睇唔睇到？啊，今日都會有呢個㗎，減乘翻入去變咗減三。好啦，繼續啦，唔好俾佢停，好冇先？好啦，我停咗部機先啦。三部三點三八，好啦 ，E 嘅 EX 啊，支持。咩料啊？一咩啊？我而家讲紧自己讲字。你加唔系？你都冇讲一石 over。O K。跟住冇讲个加。二 x square over 二石。去到几多次方？去到四次方。但系你记住写点点点喎，唔系扣分扣死你噶。我哋老师有同我讲。有同你讲啊？系。哦，你都教紧呢啲啦。嗯。哦 ，very good。不是 ILN 啊，不是下堂學那些咯， LN 來的，哇頂你，那個L來的， Little Lock 來的，你真是，他又跟你，他又跟你講讀 ILN 啊？不是啊，我老師教得太慢，我自己死。哦，咁梗係啦，你跟我上，跟我上梗係特別叻啲㗎啦，本身你個人又都幾正。等下幾多進你嗰個？我冇計數嘅，我冇計數嘅，俾人搶咗。二 over 三啊嘛。好 B。喂阿蘇，我想問啊，我睇下你嘅智力啦。如果下呢個嘅時候咧，係零點零，即係零點零二嘅話，即係代嘅 X 係幾多？即係上面嗰個代個，即係可以睇成個 X 係代幾多？係啦，即係咁樣寫啊，二乘零點零一，即係代個 x 係零點零一。好啦，嗱，首先第一樣先 observe 一下先，零點零一咧係咁啦。如果二次方之後咧，你撳一撳機有幾多個零？零點零四個零，三個零四個零啊，三個啊，三個。好啦，如果三次方咧？不是四個零，是啊，五個多了。好，你發覺呢，如果你其實呢，這個是一，我們就要啦，它要準確到五個有效數字嘛。即是如果有個一的話，應該是一個整數來的，也有整數部分的，即是一一定是在一個位置整數的先。那二乘 X， 那已經是小數後兩個位了，但是二乘 X 的 square 已經是小數後一、二、三、四個位了，是不是？咁呢個去到幾多少個位啊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六個啦，係咪先？咁但係佢要準確到五個位嘅喎，所以其實呢個你可以基本上都連呢個都 ignore 咗佢咯，係嘛？因為你後面嗰啲越嚟越多零嘅時候咧，你根本就可以越嚟越 ignore 佢啊嘛，所以其實呢個又可以等於。好嗱，你撳一撳佢嘅。阿芝芝，你撳一撳俾我睇佢啫，慢慢撳啊，唔使急啊。唔使呢個加點點點嗰啲。唔使，因為我用咗約等於嘛呢個。一點零二零。一點零零。零二零。一點零二零二係咪？好，你直接撳佢啊，用機撳佢，你攞部機嚟，我教下你點樣撳啊。其實你可以直接撳呢個數出嚟㗎，喺邊度咧？喺呢度。這個見不到 LN 上面的這個 LN 來的，不是 IN， 有條友不知道誰說的說 IN， 是我好了 0.02 你看看噔噔噔噔，現在 KD 的表演心口碎大石，是不是小數五位完全準確的，所以我們這種方法呢，如果你自己慢慢想清楚一點，其實可以用這種方法來壓迫自己一個數字的，你部計數機以前呢，即是以後不用好，那我們下一條，好了，這條這條又調回轉做，好了，芝芝，我這條問你吧，不懂你什麼料啊，這麼快答我不懂，你想想個 methodology 怎樣先啦，頂部機真是直到 shit，
分開兩 part 啦，咪好啦。第一 part 係唔係你分咗先，分咗先。第一 part 係一加一 over x over 一塊加 x over。好，第二 part 係點？冇一咯，冇第二 part， 冇意思。第二 part 係負 x 嘅二次 over 一塊啊嘛。嗱，我抽曬負啊，好冇？你讀俾我聽啦。加 x 4 over 6 over 三份，跟住 x n 2 n 次 over n 份，系咪？好啦，阿 Gigi 你答唔中，我一定我俾多少少你做啊，当系鼓励你噶，好冇？好，上面嗰嚿变几多？ 2x。 好，下面嗰嚿咧？我先整，不過漏咗少少，唔係我都俾你過噶啦，因為你爭咗嚿一啫，嗱呢度爭咗嚿一啦，係加分一，所以係 e 嘅 x 嘅二次減一，唔係我俾你過，因為你最重要嗰個都講咗啦嚇，啊你真係係咪教咗噶你？佢冇教個 e 俾你啊？不過個老師有少廢啊。喂，佢教 lecture log 點解唔教個 e 啊？冇可能唔教 e 噶喎。你教咗 ln 咯 ，ln 你我未啊 ，ln 我自己睇。哦，但係佢未教到呢個啊。咪如果你想睇我啫，你睇我唔頂，我冇片俾你睇最慘。唔係我如果有片俾你睇，我ex 就係呢個啊。佢叫你做一加 ex 嘅乘以 e 嘅 ex power 負 x 三次。咁其實呢個咧，我哋都係執藥嘅啫，其實一加 ex。一加負二 x over 一，爆咗幾多啊數？係啦，爆咗 x 三次。咩料？咪三次咯。我都未乘。我未乘入去啊！我化簡佢先嘅咋。好，這個是加 2x 二次，這個是多少啊？姐姐好了，可以執著了，他說要 power to x 三次，那個 constant 是等於多少啊？姐姐一，跟住個 x 的 coefficient 是多少？計埋佢啦，就係呢個係負二加二係咪？好啦，數 x 二次嗰個 coefficient，x 二次嗰個 coefficient 幾多啊？數你讀個數字俾我聽得㗎。就呢個二啦，係咪？仲有再就呢個乘呢個減四喎。哦，好，咁三次嗰個咧，三次嗰個係呢個負四 over 三，仲有冇？喂，但係之前你有嗱呢條，我因為開初初學咧，我就簡單啲，佢有可能呢個咧有埋次方俾你照爆㗎。有啊。係，佢都有啦，咪？即係一開始我簡單啲啊。哦，即係你都知㗎啦，咁即係俾你做多啲得啦，姐姐。要 push 呢個添啊，係咪諗住你讀好啲，跟住溝個靚仔啊？我鬼知啦。點解啊？即係爆你大鑊啦嘛？似嗰啲兜當啦，由方温講到你，由方温講到而家都係咁，成日掛住即係叫我即係。阿蘇，你知唔知條友啊？佢年年都咧話我嗰度冇靚仔，跟住咧叫我次次都俾啲靚仔佢。咁冇嘅喎，真係頂你個肺！
化文等佢啊。唔係阿蘇，我靠你幫手噶啦，知唔知啊？靠我幫手冇用。點解啊？靠我幫手你頂死都冇用。哇！你唔好咁啦，我真係靠你㗎。你靠我咩用？阿支持嘅即係終身幸福都靠你㗎。嗱，呢個乘呢個一啦。咁 X 嗰個咧係邊個乘邊個咧？就係三嘅啫。咁二次嗰個咧，二次嗰個又多少少嘢嘅。嗱，呢個比較要執嘅時候要比較難執啲啊，負一一個。係啦，負一加九係二。三次嗰個咧。係啦，九 over 二減三，好，化翻等佢就得噶啦。部機真係食咗屎好大，唔知佢疏咗邊條筋。好啦啦，已經我盡量細聲噶啦，都咕咕聲喎，佢老尾。好啦，一加，哇，好大聲突然間。唔係，因為我靚仔得滯。係啊，你把聲太好聽。咁都係估中係咪先？好啦 ，shit。嗱，今日做少啲啊，今日試地好冇？係啊，不過我哋兩點鐘有咩嘢做曬，但係做少一係咁樣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喂，七 B 咧小心啲啊，七 A 跟住七 B， 嗱七 B 我打粒星落去啊，你睇下有冇智慧啦，有智慧嗰啲人先做唔做嘅？我識喎。但第十唔好做咁多啦，淨係做D 算啦 ，D 同 C 啦，好唔好？第十一就淨係做。唔好，十一都係做曬。嗱跟住十二、十三、十四嗰啲有 part time 俾你做啦。真係要做啊？唔係我阿蘇，你做少一條。阿芝芝做埋十四。喂，真係好啊！真係要做一齊啊！唔係阿芝芝唔使做十四，唔係阿蘇唔使做十四啊，因為你未學試咧，我唔俾你咁急。